是。好，看出来对啊。所以不能打，像弥补以前的感觉。标准的这个肘的感觉打出来，手肘不一定打到人哈，可是手肘的习惯，对，好，一手肘就宽手的，好，就这样哦。好，那个四十码，好，一分钟，差一个，差一个，差一个就偏身就好了，差一个。再一个，就见到那种正面直线很好。我以前都常学运，到现在他就算不是高手，他也是学过的话，我们都跟他讨论的。来，一分半。好，2分钟。